为了提升低成本高品质的玉山周报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创办人吕秀莲在今年暑假特别成立了鼓励青年团，让学生们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30到6:00在大台北地区进行市场推销，每成功推销一次就会有额外的奖金作为鼓励。当然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大台北地区的民众对玉山周报更也不放弃自己。我是陈冠宇，玉山周报青年团，然后就是今天是走延平北路四段，然后我们希望在这个很绿的地方可以拉到至少2个半年。对，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因为我们的杂志其实申论的内容太深入了，所以其实大家会看不太懂，然后大家看到这么多字，大家喜欢看是一周刊那种图片，然后比较刺激的文章，那我们这种文章其实是比较硬的文章，它其实阅读起来会比较刺激。抓住希望，抓住梦想，大声地说 ，Yes， 非常好。再来一次，抓住梦想，抓住希望，大声说 ，Yes。来，接下来我们各个口号，玉山周报，很加油哈！玉山周报，加油！再一次，玉山周报，加油！经过了刮风、下雨，还有酷暑所造成的身体不适。还有面对打枪甚至讽刺的心理障碍，玉山鼓励青年团将克服重重困难，跟玉山周报一起长成屹立不摇的大树。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刚才与大家对话，然后跟他就是拉近距离，这样子。刚才说阿公也是民进党，然后就都用台语，然后他说你台语讲得袂歹之类的，然后他就也就觉得你很亲切，然后就给你认识。然后第二间也是在那个永和林站附近的，然后他是一个瓶装店的老板，对。然后我们也是跟他介绍玉山周报，然后他也说他有在就是会看政治之类的，然后他也希望就是台湾人民的意识抬头，所以他支持我们，然后就跟我们订了伴。这样是非常错的。做到第一家很错的，要跟他介绍说这是免费的，可以参考看看，然后就一直帮我推出去啊，不用啊，不用啊什么的，就直接就连看你都不看你，然后你就觉得，然后我们也是啊，没关系，好，谢谢，然后我们就中气的成分比较多啦。那所谓业绩好坏呢，也没有说特别好，就是我们是觉得你只要有一个基本的亲切的笑容啊。回答，那把我们周报的理念跟内容详细的在很短时间内详细的告诉
告诉我们的就是客户，那如果说他们有兴趣的话，其实很快就会和我们定做。我觉得就是陌生人跟陌生人刚开始见面就已经很有距离，然后你要就是非常有亲切感，然后就是可能不一定现在刚开始又要讲正事，可以先聊一下，就不要这么有距离，然后距离拉近一点，再开始讲你要推的东西，或是再推会比较成功。订户里面大部分都是也是30岁到70岁都有，所以你如何面对不同的客户，然后或者是就不同的人群，那做什么样的应答？有些人就是不肯跟你讲中文，要讲台语；那有些人就是不会讲台语，讲中文。然后有些就是一开始很凶，很凶恶，但他其实只是想要测试说你对自己的抱负到底有没有信心。那有些则是一开始就很亲切，那不一样的态度其实有可能背后的目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一样要用。就是遇到不一样的人就不一样的。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